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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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请放掌啊！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我们这一次啊，在西澳。举办精进佛衣，啊，明天呢，我们大家要来共同来做清明护世喜斋孝亲报恩，啊，就是以孝亲报恩，举办三十系列法事。我在这里啊，就简单借这个早上的时间啊，40分钟，分为两段，就是明天跟今天来跟大家讲讲话。听说这里也是很多越南人啊，是不是啊？请越南的请举手。
这个有人翻译哈，听得懂哈，我就慢慢跟大家来讲。其实啊，我跟越南人也是很有缘，像七月份师父要到美国，还有加拿大，60%啊，都是越南人。共修来念佛来做37年、啊、都是越南人。前几天我从雪梨过来、啊、雪梨刚刚打佛七，还有连续的3天的30信念，就是我跟悟行法师在雪梨、啊、悟行法师飞马来西亚，我就飞这里来分工作。还有我们有个、澳洲本地人、啊、对不起啊，我真的不会讲英文啊、哦、我只能讲华语、啊、请我们的陈师兄来跟大家这个翻译越南话。悟行法师啊跟我讲，他说明年吧。我说师父啊，你应该来西澳做一个30信念，很多越南人啊想念你。悟行法师说不可以想念我的，想念我是堕落的，要想阿弥陀佛才对啊，这个想念法师是不好的啊，要想念阿弥陀佛才是正确的哦。他像我自己本身，我每一天想我的师父，就是我们师父上人净空老和尚、啊、像我这个4月8号在台湾啊，有见证到我们的师父、啊、跟师父吃饭啊，听师父的教诲，听老人家的教导啊，师父说啊啊，你明年2020年叫我们不可以乱跑了，叫我们要好好定在一个地方，包括悟道师、悟行法师，反正啊，修净宗的以我们师父上人的教诲，大家要定居了。为什么要定居呢？提升自己的境界啊！我像今年1月底，我带了22位的企业家到台湾去参访，到法鼓山、普陀啊、中台禅寺，还有佛光山，然后最后啊去见我们师父，请我们师父上人呐、啊、为我们开始，因为我们在印尼啊想要建立一个弥陀村，地已经有了，现在在规划啊，在画画哪个道场啊，这个地方什么叫做大雄宝殿啊，疗房啊，还有一个莲花池啊，莲花池中间啊有一个塔阳台，还有藏经楼，还有净空图书馆，还有很多的这些的规划啊，就是要请我们师父上人啊作为我们的导师啊，就是以净空老和尚作为我们的导师，然后以悟行法师作为我们的顾问。所以这一次啊1月份去见我们师父上人，我们师父上人啊没讲什么，请我们师父上人开示，我们师父上人只讲一句话，大家老实念佛，没有讲别的，就是大家老实念佛，因为这个世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舍你不舍也要舍，你不想舍到最后还是要舍。所以啊，
我们师父上人讲一句话，他说啊，人堕三途啊，无千劫，人是无常的，借这个无常来修真。怎么修真呢？以这一句名号，将来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真的了，那个才是一真法界的。除了西方极乐世界，在六道里面的都是假的。所以老和尚啊，教我们啊，规划规啊规规划，但是还是要老实念佛啊，将来啊，好好以这一句名号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这一生啊就不白来了，那个才是真的啊。那为什么人呢念佛是念佛，那为什么念佛的人多成就的人少，什么原因呢？所以师父啊，今天就借这个因缘来跟大家讲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常常被这个境界转走了，这个境界。第二个呢，为什么我们要提倡记住清明以事来孝谦报恩，这个第二个。第三个的呢，又来跟大家讲讲故事啊，把这个故事啊跟大家分享，以三十七念的功德利益。所以啊，师父很喜欢这个澳洲，这个澳洲啊，有福报的人真的才能够走到这里，尤其是老人，真的，老人住在澳洲啊，很有尊严啊，确实是真的。哦，所以我这一次来到西澳没有别的，我来到西澳啊，做三十七念，想要做一点贡献。什么贡献呢？把这个三十七念的功德，把这一句名号的功德来回向给我们澳大利亚，尤其是西澳，让这些的祖先过往的父母累劫阴亲债主，甚至于这个地区能够吉祥如意，没有别的。所以有人说啊，师父来到这里有别的目的，没有，我是虔诚恭敬心来到这里的，没有别的。哦，有人说啊，因为来这边做法会目的就是要赚钱的，没有，哦，我没有这个目的，哦，师父啊，什么都有了，道场有了，啊，吃饭你不用操心，走到哪里都有人安排的，我必须要这些东西的。所以啊，古人讲得好，命里有的会有，命里没有啊，莫强求啊。为什么人会发财？因为过去生他有修因。有一些人为什么有一些人生在这个世间，生活很辛苦，又短命，又生病，又很多事情的障碍？因为过去生有重的。所以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受这样的果报，所以有因必定有果。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真正修行呢？那修因，比如说你要发财，你要修因啊，你要行布施啊。像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在富贵人家或者大好德之家，大汉子大善之家，就是过去种的因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有一愿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只要你们总有一天虽然没有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以经典的教诲把三学六度好好落实在生活，将来你虽然不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将来会生在什么好德之家，
好善之家。那为什么他会生在好德之家、好善之家？除了这句名号，阿弥陀佛说，因为你修了六度以上学，啊，就是这个道理。六度里面第一个就是叫我们布施，然后呢持戒，然后呢修禅定啊，修忍辱，然后精进禅定般若。学佛是有一层一层的，有其次的，不是今天修明天成功，没有的，是一步一步来的啊。所以啊，我念佛也是如此啊，啊，所以我来到西澳目的啊，没有别的，就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心来供养给大众，给这个地区，让这个三十系念呢、啊，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回向给我们过往的父母，回向给我们的亲人。回向给我们的累劫阴间债主，蒙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个啊。所以三十系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你看前几天我在雪梨法会结束，听悟行法师讲，他说法国啊，有一个人啊，就是法国这个人是越南人。突然间被附身了、啊，附身什么？就是这些众生啊，祈求超度，祈求超度哦。所以啊，这些被附身的呢，很辛苦。所以很多人以为啊，哎，这个人好像有神经有问题，神经有问题啊。你想一想，如果神经有问题，要送到哪里去？神经医院，对不对？还好没有被送到神经医院，是人家说被附身了。你看三十息念做好了，正常了。隔天呢，来找悟行法师，跟悟行法师说，这些众生现在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这些众生不但是阎浮提的众生，也是包括这些畜生道的，就是这些猫啊、狗啊、这些牛啊、这些东西、蛇啊，还很多啊，这些众生畜生道以三十息念的功德，他们通通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三十息念的功德真的不可思议的。哦，还有印尼啊。有一位年轻人，27岁的小女孩，她跟我讲的是，每一天这些众生、啊、都来找她，让她很辛苦、啊、而且这些众生每天把她身上一直在压在她身上，所以有时候她很辛苦啊，连要起床也是很难，不要说诵经，有时候念佛啊都很辛苦。那我问他，如果你到道场诵经会不会很辛苦？他说不会啊，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他说啊，这些众生啊很苦啊，很多那些恶鬼的，因为他肚子很饿啊，没得吃啊，没有东西食物吃啊，所以祈求这个孩子呢，告诉他的母亲煮一点菜，拿一点水，尤其拿一点牛奶，然后呢放在旁边，但是祈求这个小女孩呢，请她的妈妈要念咒。我们佛教里面有叫做辩持正言，所以她的母亲呢就来念这个辩持正言呢、啊，她能够才能够来吃这个东西啊，因为她吃的东西才能够无量无边的。所以祈求啊，他母亲供养每一天用这个菜饭来供养，但是供养之前必定要念辩持正言，他这样要求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个叫做辩持正言，这个不是乱念，不可以乱念的啊，这个不能乱念的，因为这个你念下去如果没有供养的，他会找我们麻烦的，是真的。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开玩笑的，这个是咒语，它的神咒
这个神咒的作用啊，是无量无边的。不但这些恶鬼啊，还有这些被投胎的，来找他，啊，来跟他讲，啊，祈求超度。所以他每一次做三十系念呢，他很欢喜。为什么？因为我们三十系念最后啊，到后面呢，要念弥勒大士，就是念观世音菩萨起阿弥陀佛的咒语来度众生，来度他们。所以他常常看到这些众生啊，变成一道光，就是往天上飞，然后很欢喜的。这个我们很清楚，我们做法师很了解、很知道的。所以啊，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这个是事实排在眼前给我们看的。我们现在虽然得人生，将来能不能得人生还不知道，失去人生很容易啊。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我们必定要明白，为什么我们每一年要到西澳来做三十七年，没有别的，除了帮助自己名扬两利，来希望把我们的心量来帮助这些众生，让他们闻到这一句名号的功德，然后来发愿修行，而且发愿求生净土，那我们就等于帮助一个人、去成佛了。你想一想，你的功德有多大？所以三十七日的功德利益最大是什么？不但你能够帮助你自己，也帮助这些众生，他们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等于将来他能够成佛了。那将来他们成佛，第一个的就是来报答我们的恩德。所以三十七日的功德真的非常之大，不要小看这个三十七念啊，是真的啊。鬼道的众生，第一部经最喜欢的《地藏经》，第二个景点最喜欢是什么？就是这个三十七念。所以这个三十七念的功德，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的累劫阴亲债主、过往的父母、我们的祖先，而且能够帮助我们世间的大灾，大灾化小，小灾化无。所以你要知道三十七念的功德在哪里呢？在这一句名号的功德。这一句名号的功德靠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态。你要明白，念佛有心态的，不是那么容易的。用什么心态呢？所以今天我跟大家来讲一讲。先第一个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为什么要来回向给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来祭祖？为什么我们每一年中华的传统的文化，它的精神，每四月份就是来祭祖，以清明祭祖？什么原因呢？为了什么呢？没有别的。祭祖的精神与含义啊，它的重要性，它的关键在哪里？就是要来报恩反思啊。报就是报恩，本是根本，反思是开始。要从哪里开始呢？从报恩开始。那根本是什么呢？从哪里开始呢？除了报恩，要以什么来开始呢？以孝道来开始。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师道建立在孝道。孝道建立在哪里？建立在孝敬啊。所以这个重要性非常重要的。你看最近台湾1997年七月，1997年哦，大家坐着，放腿都 OK 了。台湾呢、最近呢、发生1997年，大概现在几年了？现在2019年，大概几年？20年哦。台湾呢、发生一件事，就是一位男孩子，
男孩子哦，42岁，在路边呢、啊，因为他要想要去小解，小解就是说想要上厕所，所以站在路边，找到一个森林呢、啊，比较森林里面呢、啊。后来呢，这个天气很好哎，我想跟大家来讲这个例子，希望大家明白。这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孩子呢，那个天气非常好啊，就是像现在啊，没有风没有雨啊。但是呢，后来啊，他在小便的时候啊，突然间被雷电打死了。台湾哦，有一个公案。那后来这个警察呢，来观察来查。今天天气都很好，为什么要发生这种的事情啊？什么原因呢、啊？天气都很好啊，为什么会被雷电呢、啊？雷电呢、啊、打死，而且整个脸就焦了。啊，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呢、啊、被烧的时候，整个人是怎么样？是焦了。后来呢，这个警察、啊、去查到了。这个小孩，这个男孩子啊，名叫姓蔡的，叫蔡日凯。他的父亲呢、啊，叫做蔡静云。那他的父亲呢、啊，是一个企业家，很富裕，东南亚的，他开很多工厂，而且他做的呢是做那木料的，所以在印尼他也有开这个工厂。那这小孩子呢？这个家庭啊，这个蔡静元呢，他呢刚开始生了4个女孩，因为啊没有得到孩子呢，所以最后啊生出了一个儿子。你想一想，一位父亲，一位母亲，当他听到啊自己有自己得到的生出来这个儿子啊，你想一想，这个孩子是怎么样的？会被宠坏吗？被宠啊！所以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有讲，小不孝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娇宠啊，娇宠啊，就是很骄傲来宠坏这个小孩。这个小孩要什么，父亲啊没有别的，没有第二句话，什么样的他想要的，我就给他。这小孩子呢，从小啊。比如说他有一天、啊、他到台中路上、啊、这个小孩、啊、看到、啊、有一棵树，就是什么芒果树，然后他的儿子呢一直闹着跟他的父亲说，我要吃这个芒果，但是这个芒果是人家的、啊、他真的是人家的、啊、后来他爸爸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孩子一直闹、啊、想要吃，所以他的爸爸就爬上去呀、啊，来拖这些芒果树，后来被发现，被抓了。啊，被抓了之后呢，他就赔钱，啊，赔钱了、啊。后来他的父亲呢、啊，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害倒他的儿子。怎么害倒呢？只要有钱，没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的。要记得哦。小心啊，跟小孩子讲话哦，只要有钱，什么事情都能够解决的，只要有钱哦。所以因为他爸爸常常跟他的儿子讲这一句啊，宠坏他，所以长大呢，他把他的公司啊交给他这个儿子。儿子这个读书呢，他没把这个公司交给他的时候啊，他的儿子读书的时候，他不会是读书料啊。他不会读书，走到哪里呢，他的成绩是最不好的，所以常常搬学校，等一下搬到这个学校来，等一下搬到那个学校。为什么这样呢？有一天啊，校长啊，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就是请他的父亲啊来到学校，他说你的儿子啊很调皮，不听话，常常对老师很不恭敬，而且态度很不好。然后他父亲怎么跟老师讲的？
这个学校的钱我是最多的贡献的，你没有资格叫我的老师这样，叫我的孩子这样子啊！你看，你想一想啊，父亲啊，好厉害，很恐怖啊！啊，跟儿子讲，他说：“谁家的老师怎么样欺负你？你回到家你要告诉我。”这样的讲啊，这个孩子慢慢啊被宠惯了，习惯了，成自然了，而且啊常常啊放纵他，所以啊胡作非为，看到哪一个人都不会恭敬心的。长大以后把公司交给他，公司能够管理好吗？管理不好。后来慢慢这个公司啊慢慢不好。后来啊这个儿子啊跟他父亲讲，连什么事情都不让他的父亲来管理，而且有时候啊来打他的父亲，打他的母亲，甚至于啊把他的父亲跟他的母亲啊关在这房间里面。你想一想哦，好，这个很残忍的。那有一天呢，他的父亲呢到台北叫做慈善室啊去打禅机，然后告诉啊这位法师，能不能请这个法师呢劝导他的儿子不要对待母亲，不要对待父亲这样。然后这位法师呢把他的孩子啊请到回来到这个道场，跟他这个孩子讲啊，你不可以对孩子对父母有这种态度啊。然后儿子听了之后啊很不甘愿啊，回到家里，你为什么把我的事情讲给别人听？你看不孝子又怕别人知道你想一想哦，那很不甘愿啊。后来真的他把他的父母、啊、关在家里，又打他，有时候、啊、心情不好又打他，然后让他的父亲、啊、有一天、啊、没办法接受啊，气怨啊。所以啊有时候这种事情啊很难说，当父亲气怨的时候，就是很生气又抱怨啊，就跟他的儿子讲一句话，讲什么呢？如果你这样对下去，对你的父亲对你的母亲这样下去，你会走出去啊会被雷，这个老天爷啊雷电打死的。他只讲这句话而已。然后他两位大女儿啊对他很不好，又跟他的大女儿讲，如果你这样下去对你的父母啊，你会得病而去世的。哦，这个事情啊是教导我们的，不要让一个父母亲啊当他接受不了看到这样的状况讲出这种的话，有时会受到感应的。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啊不能讲这一句话儿女有多坏我们不可以讲这些话。他真的因为他的父亲讲到这一句话的事情啊，他的儿子正好在台中出去的时候，有个朋友要去参加那个喜事，就喝喜酒，中间因为要小便找到一个森林，不知不觉天气很好，被雷电打死了。这个是发生1997年。然后女儿两个得病去世了，一个得了什么艾滋病，一个得了什么癌症，是真的。1997年7月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他的朋友啊常常在台南金钟协会做37年，所以把这个事情讲给我们听。他说台湾既然有发生这种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啊，为什么我们要报恩，以至恩要报恩，父母我们的恩德啊报都来不及了，你怎么样对待他们呢？我们学佛的人连这个根本就做不到，那我们今天学佛有什么意义呢？释迦牟尼佛道道立天，为了报答母亲的恩德，道道立天讲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自己带动孝道啊，而且这个带动的孝道啊是非常自大，是见虚空变法界，而且十方诸佛如来一尊佛都不落掉，通通来提倡孝道，
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是我们做人的根本啊。所以你要学佛，首先你要先学习恭敬。谁对我们最大的恩德啊？父母啊。所以你看摩耶夫人，释迦牟尼佛的母亲，问地藏王菩萨，阎浮提众生哪一个罪业最严重的？地藏王菩萨没跟你，没有跟我们开玩笑，也没跟我们这样讲话那种，他直接跟我说，我们不孝父母，或杀害父母，或伤害父母，将来必堕无间地狱。这个是地藏王菩萨亲自告诉摩耶夫人，因为摩耶夫人是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他问地藏王菩萨，哪一种人犯罪力最大的？地藏王菩萨直接说了，他没有跟我们说怎么样花言巧语，直接说不孝父母，而且不孝父母将来堕无间地狱的。所以尊敬的诸位同学大德，我们现在学佛，首先要知道过去我们对父母有做不好，没关系，可能愚痴，我们有伤害过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现在来忏悔改过自新。为什么？因为他对我们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恩德。所以过去啊，你看那个曹操啊，你看曹操现在在哪里？在三恶道。在哪里？畜生道，还债啊。你知道为什么会还债吗？那欠债太多了。你看，你们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每天都在杀人的啊。曹操自己本身在哪里？畜生道啊。那为什么在畜生道呢？因为他有一句话：知错改错，不认错。知错改错，不认错。你想一想，我们佛教里面所讲的，一切罪孽从心起，一切罪孽从心灭啊。那怎么灭呢？忏悔啊。真的啊，你看了凡四训为什么他改变他的命运？孔先生跟他算命，哎，你将来你的寿命很短，又跟老人说你的将来的寿命不但是很短，而且没有孩子，不但没有孩子，你这一生当中已经命中注定了，你做什么样的已经过去了，已经定下来了，所以你现在的命啊，都是过去所造的，现在来接受。所以了凡四训最后告诉我们，预知来世果，今生做的事，预知前世因，今生说的事啊。你过去生种了什么样的因，你现在要受什么样的果报啊。所以要小心哦，因果是公平的，你种什么因，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果报。你今天念佛，将来会成佛；你今天造业，将来有多三途；你今天行善，将来是三善道；你今天能够发愿，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果很公平的。那怎么样改变他的命运呢？圆谷禅师跟他讲，你要知错然后改错，不但知错改错，你要认错。怎么认错呢？忏悔。好，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办祭祖清明这个意义呢？没有别的，吃恩报恩，感谢我们的祖先，感谢我们的父母，感谢所有的人，感恩一切世间。所以最近啊，我们师父上人啊，老和尚常常告诉我们，念佛的人啊，必定一件记得一件事。什么一件事呢？每一次做功课结束了，念佛结束了，诵经结束了，或者我们听经结束了，一定要做一个功课，一个发一个愿。发什么愿呢？发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礼佛三拜，求生净土。这个就是把我们的心量啊扩大，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要活得懂得感恩一切众生。没有感恩的心态啊，那我们有时候啊想一想，
你今天能不能活？虽然你有很多钱，你没有别人的供养，你也没办法活在这个世上啊。所以，以这个报恩，以这个清明，最重要的就是叫我们要知恩，要报恩，向释迦牟尼佛，带动十方诸佛如来来提倡孝道。什么孝道呢？知恩报恩，因为我们是人，畜生道就懂得报恩，何况我们是人呢？那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来带动，大家来带动。为什么我们要来做清明这个生死信念？没有别人，要来报恩，报谁呢？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众生，一切众生，包括尽虚空变法界，所谓所讲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那怎么报恩呢？用我们的孝济来报恩，就是这个对了。根本讲的就是从这边，所谓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来做这样的事情。你看那个虚云老和尚，最后啊跟大家来分享。大家知道虚云老和尚吗？虚云老和尚大家认识吗？虚云老和尚在清朝末年那这个人啊很有修养啊，每一年哦洗澡才洗一次哦，一年哦洗一次澡，但是他的身上所显出来的、发出来的是什么味道呢？什么味道？沉香的味道。我们每天洗澡，一天洗两次，一天洗三次，反而又化妆品啊，哇，那个喷那个香水啊，喷一大堆，又化一大堆的妆，每天为什么很香吗？会不会香啊？香不出来啊。为什么香不出来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很脏啊。对不对啊？你看我们的内心五毒啊，贪嗔痴慢疑啊，每天在搞这些东西啊，再加上外面的五欲六尘，所以我们每天你看，尤其是女孩子啊，女生啊，不是你们外面的了啊，都很好了啊。尤其是女生，你看每天洗完澡要化妆，对不对？要喷一点香水啊，一大堆的事情，到最后呢，还是很臭。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道理啊。心不清净啊，虚云老和尚啊，为什么显出来？因为心清净，对人没有产生的厌恨，对人啊，看一切人就是如意的。我们呢，看一切人眼睛都是不如意的，不高兴的，不欢喜的，嗔恨的，甚至于有时候啊，会嫉妒，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们不清净的心显出来我们身体的味道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常常被境界转走了？因为我们没有定力啊。定力怎么修呢？我明天会跟大家来分享。你看虚云老和尚呢，一年洗一次澡，但是很香，衣服一年换一条一件。你看衣服，你看我那个衣服很脏啊，但是你闻它味道真的很香。因为我们看他的那个西元传里面呢，我们看到这确实是真的啊。那西元老和尚现在人在哪里？在多帅天。因为为什么到多帅天呢？因为将来他要跟弥勒菩萨到这个人间示现，跟弥勒菩萨学习啊。这个虚云老和尚啊，对我们佛教啊，尤其中国的佛教贡献很大。如果没有虚云老和尚，现在这个中国的佛教跟日本一样。为什么？因为出家人能够结婚。在日本哦，那个出家人可以结婚的啊，可以成立家庭的啊，真的，在日本，你不相信，你去日本看一看，那个日本出家人在道场哦，虽然穿着出家装啊，晚上啊，他们换衣服啊，
换衣服哪里？回家。啊，如果没有虚云老和尚，真的中国佛教就跟日本一样。你看哦，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呢？因为他有一天呢，他被这个日本军啊一直打，虐待啊，打得受不了，已经那种很难受啊，所以他入定啊，一入定到了多帅天，刚好看到弥勒菩萨跟阿难尊者，然后弥勒菩萨问那个虚云老和尚：“你来干什么呢？”“我受不了了，我很苦啊，我要赶快离开这个世界，我要跟老师在一起。”弥勒菩萨说：“等一下。”大概这样了，等一下，时间还没到，你赶快回去。你看，听话，虚云老和尚真的很听话，而且很有孝顺。他回去啊，真的回来了。所以啊，整个佛教啊，兴旺带动起来啊。如果没有虚云老和尚，真的，中国佛教会啊，中国的佛教真的，一代一代的衰落。那虚云老和尚呢，他很孝顺。为什么孝顺？因为他生出来啊，他母亲就死了。母亲怎么死呢？是被气死的。有没有啊？母亲被气死了啊，因为母亲看到啊，虚云老和尚生出来啊，像弱团一样，像弱团啊，所以很生气啊。所以哦，记得哦，脾气要改哦。啊，看到人了不要发脾气，为什么？一发脾气哦，被气死的，真的啊。哦，所以啊，火烧功德林啊，啊，大家要知道，学佛的人第一个要改的就是脾气，第二改的嫉妒心。哦，啊，这个两个一定要改的，你不改不行。所以《了凡四训》里面讲，知错改错，不但这样，要认错。哦，啊，这个虚云老和尚的母亲呢，看到啊，虚云老和尚生出来好像弱团一样，所以被气死了，真的现场死掉。啊，现场死掉，因为虚云老和尚啊，长大以后没有看到母亲呢，所以啊，出家，出了家，从普陀山到五台山三步一拜啊。来三步一拜，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的母亲。你想一想，以前啊，从普陀山到五台山那种路途啊，是怎么样说的？怎么样讲？怎么样来想象？也无法去想象的。所以差一点呢、啊，两命就没有了。还好遇到文殊师利菩萨，化身以文吉来帮助他。你看哦，自诚感通啊。啊，虚云老和尚呢，就三步一拜之后到五台山，后来啊又发大愿，发什么愿呢？我要到阿育王寺。阿育王寺啊，就是我有去过，就是我们要去普陀山那边，好像在宁波那个区，我也去过，确实那边啊真的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我去过，我也拜过一次了。好，在那边发什么愿呢？发大愿，一天三千拜。三千拜哦，拜什么呢？拜阿弥陀佛。然后呢，祈求阿弥陀佛帮助他的母亲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出家人也是这样啊，你要发大愿，发什么愿？从拜佛开始。比如说我今年我要发愿，我要发一天拜多少佛，把这个功德的好名号发这个佛回向给所有的众生，母亲累劫阴亲债主，用这样的发愿、啊、那虚云老和尚一天、啊、拜三千佛，你想一想，听清楚哦，不是三拜哦，三千哦，你想一想怎么拜、啊、我也不知道，从凌晨拜到晚上，你想一想，那三千拜每一天呢，你的脚受得了吗？受不了。像师父我到南山去爬山，那爬一下子一两个小时，两只脚都受不了、啊、他一天里面拜三千佛。
那有一天啊，非梦是梦啊，他看到啊，有一条金龙。这条金龙啊，飞到啊，到这个阿育王师的舍利塔的前面，前面呢，真的有一个莲池。这一条金龙啊，停在这个莲池啊里面，然后呢，虚云老上啊，就背到这个这条龙的背上，就飞上去了。一飞上去的时候啊，看到他的母亲站在一个楼阁，这个楼阁所讲是什么？是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告诉他的母亲，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照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能够解脱了。他的母亲呢、啊，就听着虚云老和尚真的往西方走了，做什么呢？做这一条龙，到西方极乐世界。虚云老和尚为什么会帮助他的母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愿力，他的功德，以什么功德呢？拜佛的功德回向给他的母亲，他真的母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例子啊，用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拜佛的功德真的不可思议的。你要身体健康，你要多拜佛，真的啊。不但拜佛对我们身体健康，又消业障很快，不但消业障很快，又修福是最大的。为什么？一切世间的福从哪里生的？从恭敬心而生的。你要修福报，从恭敬心来生。所以啊，拜佛对我们来说啊，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修行。所以回去来学一学，不要三千拜，一天三百拜就可以了。哦，把这个三百拜功德呢回向。你说你的脚不行，没关系，发大愿，有时候拜佛消业障，脚就行了。真的啊，不要找借口啊。所以啊，在这里啊，跟大家来讲实话，真的，我常常啊在雪梨听那些越南居士啊，他说师父，我的脚很痛，不行，发愿拜佛。那不行怎么办？真的来拜佛，看大家的愿力。所以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啊，把这个虚云老和尚这个做法，以恭敬以孝敬啊，怎么样来报答他的母亲，来告诉他的母亲，你要好好念佛发愿求生净土，他真的做到了。那今天我们可以啊来做这个三十七年，虽然母亲还在，你可以把这个三十七年的功德回向给我们自己的母亲，回向给我们自己的父亲，回向给我们过往的父母，回向给我们的累劫阴亲债主，以恭敬的心态能够化解所有的灾难。所以这一句名号的功德真的不可思议，希望大家要有信心，只要你有信心能够发愿，事情、啊、就能够化解很多、啊、希望大家今天我们来念佛，把今天的念佛的功德、啊、来加上明天就三十七年自种的精神，把这个清明的意义来带动给大家，让西澳、啊、能够带来我们这个地区能够安定团结，能够带来幸福与快乐，这个就是靠我们自己来做了啊！别人呢不做没关系，我们来做，我们来带头，我们来做给人家看。所以念佛，你要度众生，首先先度你自己，做好自己的榜样。你要让你的儿女来学佛，你要让你的父母来学佛，你要让你的这些的朋友、亲戚朋友来学佛，首先先做好你自己。怎么做好自己呢？做个好榜样，让他们来看，哎，学佛的人是这个样子。不要学佛人每天啊，你臭臭的来骂人、嫉妒、恨人，不要。不要每天念佛吵架，也不要、哦、所以好好念佛。我们今天、啊、趁这个机会难得，我们在这边跟大家来念佛、啊、等一下大家来一起读弥陀经、啊、今天早上、啊、我就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今天的念佛，明天的三十七念，来每天跟大家来报告为什么念佛会退转，什么原因呢？怎么修呢？才能不能退转呢？明天也跟大家分享。好，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请起立。